大家好，我是詹雅文，我现在正在赶场呢，而且坐着高铁赶哪里呢？我为白沙屯一直赶过来台北，台北龙眼啊，台北要关到我去练团，为什么呢？9月5号台中惠春堂的演唱会，我开始练团了，很拼命哦，我很认真哦，你们一定要来哦。然后9月12号呢是台北小巨蛋，特别的加场，特别的圆满，是专是弊，希望大家能够报复性的唱歌，报复性的大喊大叫，好不好？因为大家都健康平安嘛，哦，那当然呢，我们也希望全球的疫情都能够平息，更加的希望大家能够开心的歌唱。所以呢，姚内演唱会9月5号在台中的惠春堂，9月12号在台北的小巨蛋等你哟。
一起输赢为争夺命，目前找无朋友的影。如此的人，人生两情，目眶淡淡，无一个提起的心。